整个宫中后宫看到我马上跪下说娘娘最美，拖出去斩了。 啊， 啊，我不是徐威文的老板娘， excuse me， 娘那个是拿掉，你硬要用娘那个是喊我请教娘娘。本宫当年乃万中选一的绝色千金，承蒙圣上专宠至今，风华绝代，花容月貌，贵气逼人，那一个精明能干不是你们这些小辈能够诉说得了的。整个宫中后宫看到我马上跪下说娘娘最美，奴婢上次自作主张把太后毒死也是为了娘娘您的千秋大业。呸！你这个臭奴婢，你不晓得娘娘我高瞻远瞩，我的千年大计不需要你施这样子的小技巧，一个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每个都包藏祸心，本宫自己的事情会看着办，不需要你们在这边使嘴，拖出去斩了。今天有一件事情听完信以后呢，银行的人就打来说，刘小姐不好意思，我瞎眼，会不会太离谱？我想说你到底是多新来的，为什么要当银行专员？今天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个超离谱的事情，就是我存完钱以后呢，银行的人就打来说，刘小姐不好意思，我少帮你汇了一个零，瞎眼，会不会太离谱？然后我就看我的网银，哎，真的少转给我一个零，我想说你到底是多新来的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。你不是看错，你是不是转错行了？你为什么要当银行专员？我只能说各位同学，去存钱的时候记得要看一下网银是不是存错了，有时候给你少一个零或少两个零哦。